我走在下雪的哈尔滨，当风刷撕碎年轻的脸庞，在没冬天的南方，你如果遇见下雪的哈尔滨，就抱紧我，就当青春没走远。今天韩寒姐把好看的山茶花分享给大家。首先我们利用透白色打底，然后呢上磨砂封层，再上灰色的水染液。那么今天我完成的一个款式呢，主要是以灰色和橘色为主，这个橘色又称作是爱马仕橙，颜色上到手上之后真的是高级感十足，再加上它与高级灰结合到一起，更能彰显出它的气质。高级灰与橘黄色结合到一起，又有辉煌之意。生命中只有走出来的精彩，没有等待出来的辉煌。辉煌的背后从来没有不带伤的成长。生活总是这样，付出了才有回报，拼搏了才有收获。喜欢我作品的，为我点上红心加关注。我是热爱分享美甲的韩寒姐。一缕阳光有一缕阳光的明媚与温暖，一朵小花有一朵小花的微笑和甜美。把自己活成一束光，自信坦荡，光芒万丈，或者把自己变成一朵小花，即使饱经风霜依然美丽绽放。关注我，我是热爱美甲的韩寒姐。今天韩寒姐把最新的水染技法分享给大家。我们选出几个比较明朗的颜色，随意的铺满整个甲面，然后花心中间点上喀斯的水染液，我们再从花心往周围慢慢的过渡成花瓣的形状。只要花瓣边缘塑形塑得好，我们整个花卉看起来就会非常的灵动。韩寒姐希望每一幅作品的分享都能给予大家带来灵感，我们一定要坚持努力的去做好美甲这件事，因为这是改变人生最大的底气。有时韩寒姐也会遇到迷茫彷徨的节点，但每次也会告诉自己，岁月不会凭空给予你惊喜，唯有努力才可以面对人生现实的底气。美甲值得我们坚持一辈子。喜欢我的为我点上红心加关注，我是热爱分享美甲的韩寒。姐继续把国风雕艺美甲分享给大家。直播时经常有家人问韩姐，我很笨，可以学习美甲吗？韩姐经常这样回复，只要你不要犯懒，足够勤奋，勤能补拙，懒等于穷，就是这么直接。我们在外打工学手艺的手艺人都没有父母给予的背景，我们只能靠自己开启自己的新天地。请你不要假装很努力，结果不会陪你去演戏。灿烂的人生要靠自己去努力，越努力越幸运，越自律越成功。只有自律才能真正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每一个人都应该用努力去惊艳时光，生活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努力的人。让我们一起红尘作伴，知色彩，知未来。赞同的为我点上红心加关注，我是热爱分享美甲的韩寒姐。最美丽最善良的女人值得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卉，你知道她叫什么吗？你想知道她的名字吗？点亮上方小红心。我们为了让这美丽的花卉不会凋零，所以呢把它呈现在美丽的双手上。一朵花卉呈现出多个颜色，我们选出马卡龙色系中的四个比较明朗的颜色，两个颜色纵向融合，轻拍成半圆形，半包裹花心。雕艺玫瑰不是花瓣越多越漂亮，只要让它每一个位置摆放准确，
整体花卉呈现出圆形的效果，每一片花瓣也要干净利落。精致女生就要像这花卉一样坚韧，集爱与美于一身，她就是厄瓜多尔玫瑰。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我点关注，我是热爱美甲的涵涵姐。此生不悔。人说北方的狼族，也许很远或是昨天，在这里或在对岸，长路辗转离合悲欢，人聚又人散，放过对错才知答案，活着的勇敢，没有神的光环，你我生而平凡。也许很远或是昨天，在这里或在对岸，cô đơn bơ vơ bao lâu rồi ai đâu hay.